人多啊，现在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会看到病，看到病才去做防治。但是你如果配合二十四节气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在这个季节来之前，它就会发生这个病害，所以就叫做预防。所以所谓预防胜于治疗。它纯粹就是一个组织培养的一个操作的流程而已。那季代只是说，我们是从无菌到无菌，那只是一个名词而已，纯粹就是一个操作的动作的流程。